今天呢，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大家交流的机会，还有你想来参加我们的联合门班？那么我们的制作单位稍微要讲这一段享受却一直苦无方法吗？吃了很多减肥药，不但没瘦，还伤了身子。请刊登您个人资料，包含姓名、电话、身高、体重，你的心酸故事给我们。你故事越心酸，你得到的优惠越多。这样小狗啦，口口肿，口口肿的。弟，你看，好好笑哦，他找不到他的那个。